同場嘅仲有韓庚同埋導演高曉松。之前韓庚透露自己會出席大 S 喺海南島嘅婚禮，唔知佢諗好要送咩新婚禮物賀一賀大 S 未咧？送的礼物就是这个电影的trailer。秘密啊！是自己手做的东西还是名贵的东西啊？只是一个心意啊，就是最主要的是希望他们俩幸福就好。对。